看一看，看看机会。看机会。还是闪现。好像是这里还有一个人啊。有吗？就一个在大房里面。明明跑了。是魔术吗？对，魔术一刀斩，好像可以。一层，两层，绝对是弄死了，弄死了，弄死了。三层，魔术棒，把他往回逼就可以了。反正没地窖，没地窖，死。赢了。哎，什么情况？兔子，闪现。可以，我们不辱使命，成功逃跑。我操，压力巨大。我们不辱使命，比你打排位压力还大吗？强！太大了。我他刚才在楼上一直那个买东西，然后我他杀不掉了。ITC 了吧，这是感觉像，估计是八成是，好像就是他们 ITC 真的是。我们这把跑，我能继续玩这件事吗？可以了，你们一定要跑四个，跑四个我去。这次修得快，来，小丑啊，小丑。他可能就掏出了一首九克。哦，对了，忘了点铁屁股了，点一手。小丑，我在大房，大房我不修啊，你们谁修？我在沙包。他在那个。他就想摸了，那我去修吧。我修四合院。继续要修吗？我走了，我在小木屋，他可能要怼我了。那我去修沙包。我修沙包，我先拉到沙包了啊！我先拉到沙包废墟，让他找不到我先。不出意外，应该是风窗张狂加闪现。你好了！哇，被找到了！要点吗？我看了一下。可以，要，双狙了，没，快了，我要无脑进大房了，快进大房吧，吃一刀进吧，下一波闪现你就死了，我感觉进不来了，好像，进应该是可以进的吧，他应该要闪现过来，啊。碰窗，没一刀。没事，我有娃娃可以修。我去修人皇。没有地下室，哎，这个地方它不好挂。过来挣扎。你娃娃在哪修？小木屋。大王去过字了。哦呀！卡丝了，我修。然后打钻呢，还差一台，我去修最后一台。去大房够了好像。行。孩子修一台，我修一台，任命一台够了。我闪现交没交？没交。没。那他逼我了。我在补大房。
红六七能修完吗？我的车。喷气走了，宝宝小心吧。他学我了，在扔黄球。求救！救了之后我怎么走呢？他又倒退去了。往刀房吧。我进刀，进刀房。但是他应该要闪现我。拉去了，拉去了。我给你挡。Nice 呀！但是他也可能要闪现我。他不敢闪，他不敢闪。你翻，你翻，你翻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闪。哎，打空了，我还在溜，我的溜。没事没事，我娃娃能。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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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快走。娃娃修不开，小木屋。先是修完，我们俩去那个门那边摸一会儿。好的好的。他装推进器了，就修完吧，能修完了。快走快走，我先走了，我滑板加速跑了，我害怕。我没有加速。哦，快过了。能搓就搓一下，我去修小木屋。小木过数字了啊！完了，没投掷了吧？我去小木屋，你救一下。去小木屋，压了过来救了。我两层，他再打我一刀三层。我带的怀表啊。哎呀，地窖！地窖不在中场。钻头和推进器，推进器别修，别修。过去了，我在摸下板子，修不到。哎，修！多大了？你干什么？再修！差多少？差多少？啊，过这一半，过这一半，十五秒，先救一手行，他定了一下够了。帮我挡刀，帮我挡刀。你定一下，能点吗？我点了，能点点的，可以，够了。啊，幽冥起不来，幽冥起不来了。直接开小门。你直接开，直接开。过来。他直接要往小门去，对，推了推进去。那我去找。他往小门去了，往小门去了。别开大门，先别开大门，他没钻进去之前不敢开。我有猴子，我不怕啥。他在追我。我操！我这终极无敌钻头，好吧。门开了。他闪现了，我可能要死。五连击摸多少了？三分之一吧，巨难摸。最低效率。能摸吗？再摸，很慢，刚一半，你再顶一会儿。我不一定顶住了，我再往里面拉。摊一手，我有怀表。等把幽冥摸起来之后，我还有怀表可以救我三层。啊哈，我不行了，能摸起来吗？能。慢慢投脱一人，两人。摸，快走！二人。没叫吗？三人。没叫，能走吗？你们？能走。闪现没叫，闪现没叫。四人。四人。特别了。我凉了。没事。你们跑了吗？我们跑两个。为什么找 GS 找这么准啊？我上来就跑，还给他找到了。没事，摊一手，我有怀表，走去摊。你们平级了呀？再摸我一下。我操，他挂哪？他挂哪了？架势，走吧。接下来走不掉。我有怀表，怎么走不掉呀？那得开小门啊。对啊，你开呗。那闪现还没交。还有落地刀，走，反正都输了，不如输了个痛快。反正都输了，走。还跟他装东西呢。你先去开，你用护臂去开。我给他个视野，让他看到我。不是看我了。你去吧，注意他有闪现啊！
快走走走走，直接怀表走。直接往上顶，直接往上顶。你走，我保你。我加速。时间必定够。直接看完了吗？能抬一个，抬一个，快！不够了，这位置是不够的，这位置是不够的。哎呦！没了。我玩佣兵吧，我要玩救人位。你这还能被震慑呢？不用去怎么也没了？他被震慑了呀！我不走都一样了。不一样，多扣一分啊！四个人，五个人就是五分啊！这扣十二分，这么狠的吗？凶狠的吗？没打还打不？你打，我玩佣兵吧，这样就不会秒倒了。行。行，咱们这把跑一个就行了。我觉得拿七天是挺好的，不然可以把年纪修完，快修完了。只要我那娃娃没有去点，哎，最后为了保命没有去操控娃娃。越来拿救人位。等一下，我没有买佣兵，我可以出去买一下佣兵吗？等一下出去来不及了吧？啊，来得及。可以。买一下。好了，买好了。我要起准备。哦，咱们这把跑一个。我还不一定是杀得了，跑一个。哎，行，升个档，跑两个。四个。你们要不就佣兵加空姐加前锋。感觉跑四个很难，佣兵加空军加前锋，但是有蜘蛛。就跑两个吧，跑两个，然后那边艾丽打个三杀。
哎呦，过几呀、啊、这是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插进他们吧。这是什么组织？过来捅一捅下。杨某人和那个回忆。继续听啊。我重启一下那个游戏。这个气势上就很吓人。很吓人，这个，咱们打个双跑吧，打个双跑，艾丽那边拿个三杀，咱们就完事了。屠夫应该是插机啊，应该是吧？昨天打的就是插机、啊。不是那谁吗？不是那个老杨吗？老杨打人类呀、啊？哎，打人类了吗？我怎么掉出去了？你们开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这次开了。我有点尴尬，我没进去啊。哦，人品值降低警告。他们直接获胜了吗？后门。对，他们应该是直接获胜了。知道，那他们直接赢了吗？啊，后门来了。嗯，然后。好像他们直接赢了呀。后门心跳。打着了，那是，然后再心知。吃什么？在追我。什么？不要回去追你了。我还抓了个电，刺激。你们打个私跑啊！可以，没问题。嗯？什么情况？有鸟吗？有，要点吧？在上吗？我看了。OK， 怕。对。大中场记得跟我说啊，我在中场修的。不往中场的，墓地。哎，我这娃娃什么鬼啊？就破一三，就啥？他需要爱，你看了一下就好了。可以。不传送吗？他故意带闪现吧？他过来，快走，走，存在了。我走了，你溜吧。要不你去走吧，他在追我了。我的位置给他吃到了。有鸟啊，还有个鸟不给你了吗？对，咱这哦，我还以为三先知呢。我跟你说，我手上包两台了啊。我也说完了。那、你再修一台，翻墓地那台修不了了，只能溜。我修后门这个。我现在手修中场。小木屋有电吗？我在修。家里真上了，吓死我了！带闪现就抓，抓不了些事。感觉我们要试跑了。可以。游戏。快！加油！还差我的一台是吧？啊，墓地修很多了，墓地修很多了。我去补佣兵的，我去补那个你们的。我在小教堂。啊，我去修墓地，然后我等下本体跟你修。后门这么大小呢？这应该是插机打的。我有搏命啊！后门好大一星球。啊，顶不住了！我先救吗？我在旁边，你俩先修吧。他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没打我一刀。没意思啊！你打我一刀，我操！我先救一波，你俩。我正好吸吸你。哎呀，我娃娃压机了呀！啊？那我这台开了。哦。我点不住了。压好了吗？还有个鸟，等会儿给它顶上。压好了，你们救吧。地窖在哪？我去陪。
我有个薄命哎，等会儿再用吗？那我救吧，我的薄命用掉吧。但是我救的话又加压击的话，好像有点麻烦。那用命救吧，用命救。我去救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。我还有个鸟啊，媳妇。啊，地窖在哪？我能不能走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地窖四号。我靠，有点远，他打落地刀了。你说开就开啊。开吗？不开，他疯狂的打落地刀。哦。他吐我。跳个窗。没风窗，哦，有风窗。把我们窗户封了。开，顶不住了。哇，最低效率，呵呵，娃娃修大门了，开大门去了。快，你们快走，我准备走地窖了，我快牺牲掉了，你等下给我上升掉，我再牺牲掉，有机会走地窖。有鸟吗？我的鞋。我 CD 了，我在刚才看你。啊，你也直接上的？不是啦，我死了，你给我上去走了，我鸟麻就好了，就上了鸟了。差一点。那亏大了，这是。没了呀，三瓜飞没了你要直接上我就能走地窖了。看了一眼，我鸟差一秒就好，你上个鸟真的看个鸟加个鸟就走地窖了。可以了啊，艾琳选了个糟老头子。不零分，我重启游戏直接送我没了。老头子，ITC 北大温。你们打小手啊，老规矩，自己决定一决。我自己决定啊，还没冲上你，来，我这把要带那个方创加速啊。带呗，其实带不带我感觉都差不多。你们要打个四宝啊。好。哪呀？我想死。这竟然不是个先知，好亏啊。
不应该传的。没了没了没了，吃饱了吃饱不秀了，哎，你们怎么都去世了？这么真实的吗？应该是平了。那一波不应该传的呀，传的这个咒是不是？传的是个瓜皮，不传就没事了。然后应该带张狂，带张狂其实那一波吐一个鸟，然后传世就直接死了，直接秒掉了。
不应该带风窗，没什么卵用。你们被刺杀了？我送进去店啊！哎，我手机送进去店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没错，没错。我剩8%电了，我操，玩不了了。哎，有什么？我手机充不上电了，没有闪电的符号表示，不知道为啥呀？充电器好像坏了。不行了，我得赶紧买个充电器，要不晚上打不了排位了。嗯。这什么鬼？我先撤了，我先撤了，我充不进去电。好的，好的。还打吗？超人呀！晚上再看，晚上再看。我先买个充电器。找人吧。文琪，你拿电脑打吧。那五六七不理我了，他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那我给你丢了，我给你丢了，我休息去了。好吧。好的，拜拜拜拜。嗯，拜拜拜拜。咋整？切两个。切两个怎么办？你们有好友吗？好像没有。看他们都在打耶。组队中，匹配中，组队中，我得没人了呀，要不撤了吧？撤了吧？没人啊，打不了啊。找找看，我去看一下。找到人了吗？我的人回我。
好像摩托人类，有个橙子落单了，真的吗？快快快快快！那我好像没橙子，好友啊！你拉拉拉看他，拉了拉了。查哥，查哥查哥，哎，查哥来了，查哥来了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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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这样我们只少一个了。没有，橙子那边是有人的，找不到。嗯、完了，查哥跑了，查哥，哎呦，他跑了，完了，查哥一看我，查哥不上黑车，一看我们这傻拉力有点慌，跑了。歪你，我没他好友啊。哎，我去加一下。多加几个人黄先。有了，哎，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了一个，来了一个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，来，五排吗？究极法拉利。被吓跑了，千万别，千万别，千万别！哎呀，可惜查哥跑了，不然我们就齐了。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们缺人吗？啊，我们缺人。OK， 我们还缺一个，我们要再拉一个人，我再拉一个。嗯，车就开起来了。你们拉得到吗？拉不到啊，拉不到。五六七呢？五六七，快来！五六七，他跑了，他跑了。哎，我前面可以拉到一个的，后来他走了。那我随便拉人还是？嗯，可以啊，你看你能不能拉到人吧。好，我这里也没有好友。
杀神他怎么下线了？安静。嗯嗯，在找人呢，找人，找人，都是有队伍的人啊。嗯，一旦落单的估计就立马关游戏了。嗯，对。拉个图框来也行。嗯，只要能把车开上就行。我都快两个星也掉了一颗星了，我也差不多。开车，我们这个车肯定稳。越南打徒步吗？前面我们撞车了，然后我们输了。我不打了，我不打了，我害怕了。我打屠夫吗？我可以可以，杰克屠夫好吧？我屠夫贼强，我前面打了一把三杀。可以，那你来。没有，你们来，你们来，我们要认真开车，就你们来。不好怕吧？我拉一个图环哈，可以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拉拉拉。其实我也是个图环。那就让他打屠夫吧。哎，他怎么不来呀？Go， 他是几阶？他是三阶吗？嗯，他是打屠夫的，先开的。嗯，来吧，打吧。黑他啊？黑他吗？给他呀，给他。嗯，我看他打不打吧。嗯，他打。嗯，那就开吧。锤！锤起来。
应该没发错吧？啊，他在上面。算了，我玩先知了，我不玩 GS 了，太恐怖了。OK。哎，我们两个先知，一会儿你们要鸟跟我说。嗯。你们看一下啥图符？我帮你们看，他是约瑟夫啊，在沙包废墟里面。把我金箱了啊 ！OK， 看到了，你的金箱在哪里啊？那个沙包，我死大房了。我在大房，一会儿我摸你。我在小木屋。你在小木屋是吧？我去小木屋，往小木屋那边走了。赶紧出来看看。哇，他来无敌房了，快撤！哇，砍三个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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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翻出去！哇，我救我自己，没了，没了，要被捡尸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在沙包这里。OK OK， 我偷偷来摸你。OK OK， 我继续修小木屋。他跑到沙包里面去，以为里面有人好像。大房里面是那个地下室啊。他在追我，他在追我，我在沙包。他去四合院了。你是越南吗？越南啊。啊，你要鸟可以跟我们说。我是佣兵。哦，你是佣兵，我问你是不是越南，因为我说你是佣兵，好吧。好好好，拍照了，拍照了。他来无敌房了。完了，他追我了。闪现了吗？哇，我以为他要闪现。他进镜像了，快走快走，艾莉。怕啥？他可能会去打你。弟弟，你可以看我吗？我感觉我要被他闪现打死了。哎，我在镜像怎么不能看啊？我等，马上马上。哦，我预判了，没事。哦，你还要的话再跟我说。好。他又进镜像了。原来在镜像里不能给鸟啊！对，在镜像里面不能给鸟，也不能操控娃娃。他在追我。他好像要拍照了，拍照了，应该是要去拍照了。没有没有，相机还没抬头。要追我了。我进大房了啊！进吧进吧。他不理我的。他骗了我的鸟就不要了。哎呀呀呀！闪现吗？没有。哎，可以。拍照了，又拍到了。没有，他在砍我。哦，他拍拍拍拍拍。他要捏牌了，他应该要回去，还是要砍我？哦，他要过来了。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
哎呀，我被偷袭了。让他坐好，我们赶紧修。让他坐一会儿。我点开、哎。我们俩可以抢开。好，可以，那我们两个。他那个皮肤好帅啊！这什么皮肤、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他是新出的那个。哦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你要死了。我捞人，我捞人。哇！我要想办法把他开掉。开掉了。可以。啊！冒好，冒好，冒好。中场也收了一点点。又回来了。你们能救他吗？他感觉要过半了。你们都没救吗？哎呦，我厄运了！哇，我一刀就死了。我们都是一刀死。我是一刀死。怎么办？一六四。拿走。救他。他又闪现了，我好怕。啊！救月兰！快跑！冲啊！去跑咒术师那边去。谢。往我这跑过来。还用闪现？来摸我一下，摸我一下，快！然后扛刀，扛刀，扛刀，卡他位，卡他位，卡他位，一会儿可以电他。好。没闪现了，他闪现交了。皮皮，你先治愈，一会儿我去摸你。嗯，好。我去偷偷去偷那个月兰。哎，回速。你还有猴头吗？还有。帅。哎，我。别，怎么站着不动了？没了，没头了。上完了，没了。我想翻那个板。哇，我们两个人都卡不住吗？走，他要杀我。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卡不住他？好吧，我们逃一个就行了。跑一个就行是吧？对，四杀了已经。加油！两台都快开了，要不把我卖了。我这台快好了。哎，来！那我救、哎、你来救我。还真像。月兰修多少了呀？快好了。啊，不是，还没有。好。哦，救下来，牛皮。点。哎。还没卡好。卡好了没？还没，再等一下，我开得很慢。哎，开。救命！好了。牛皮。艾莉，能偷一下我的金像吗？偷了。Nice。偷不了，告辞。闪现了。啊，没有。你在开大门吗？对，快走，我给你鸟，你出来，艾莉。出不了。救不了你金像啊！你出金像。没事，我跑了就行。我跑了。没，出不了。三二一，出了，给。给不了鸟了，给月亮把我摸起来，你再撑一会儿，一会儿给你鸟。我感觉我可以打进去。没有，你把我摸吧，我给他鸟，他能来这边。他追我，你们走吧，他闪现刚交了。来鸟了，来哦，大门，他卡我位了。我可以扛一刀。月亮可以扛一刀，如果没一刀的话。他没一刀，确实没一刀。月来来来来，扛扛来扛。接你了。快出来！可以呀、啊。他没了。我把他闪现到你前面去。牛批。上分。
不是你们都不打屠夫吗？那我想玩女巫了呀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你杀一个就行了，我们这边四出。可以，这么狂的吗？女巫杀一个简单的呀。叶兰和你们不用，不用那个老母吗？不用了吧？就他。我们两个先知 OK 的，稳稳的。嗯。哎，对面是什么人呀？好吧，好像已经闭麦了。三个祭司，我的天！他屠夫那边要打三个祭司，用个耶稣符不掉全嗝屁。早知道我们也来，我们来四个祭司，更恐怖。三个祭司，但是他钻洞有残影啊，好像是。嗯。哦，他要在鬼屋喽。屠夫在鬼屋。啥毒？他要去往起点，起点，起点，杰克，杰克，不许！我去修场。OK， 我在修终点的。我修起点。都不放过。去把他传送了。哇，他来我这了，走过来的好像是。有心跳。来了来了，在帐篷。没加鸟，你的鸟没加吗？嗯，我以为他插刀了，然后他就两连刀了。OK， 那一会儿你下移的时候我不给你鸟。嗯，我还有鸟，我还有鸟。等你鸟用了你再喊我。有没有那台？你自己点。鬼屋后有你，起点没电机，剩下电机都在对面了。我帐篷修了一点。哎，为什么没有人救啊？刚不想修他帐篷了。哎，对啊，为什么没人救啊？对啊，为什么没人救？这得问佣兵。这得问你怎么回事？忘记了。救人还能忘呢？我忘记我是佣兵了，对不起。我以为你们是想要卖我的。哎呦，快快快，牛批！还差一台，谁在修？我在修桥上的，不要往桥上带。砍到了，砍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那边的快好了，我以为他。皮皮，你有鸟吗？我有。OK， 要的话你说。鸟交了。我那边有一台在那边快好了，我帮你开了，我帮你开了，月兰。你真聪明，我都知道那台叫什么名字。我知道你那台我已经帮你开了，他踢我这儿了，他来抓我了。我是摸你呢还是修呢？摸他摸他，我去摸他。你要修这估计嗝屁了，我去修。那电机还差多少啊？我电机才修三分之一。你可以修帐篷修了。他小心点皮皮，他在那边守电机。
走了走了走了，快走快走，你们俩快走，他就抓你们俩了，我回去修，他又要抓我，我你摸完我摸你，他又来了，帮你破个隐身，我们两个抢电梯吧，把那个大鹏点点了吧，他也没有传送了，哇，帮我吸一下。我们两个修完啊，你们两个修完了，那我救人，修修修修修。嗯嗯，那我修帐篷，你们那个丢歪了，丢歪了。哇，帐篷是满机啊！我突然发现，我修的是桥上的，桥上的，他挂我了。算了，我还是修帐篷吧。哦，汽油到了，我就怕他传送要好了。越南可以救我，他那有传送啊，等我传过来就完了。没事，你贴着他我修，然后他不敢传了，不敢传了，佣兵别被双刀就行了。你拖一会儿，拖一会儿，我能治愈起来偷。我才一半，我才修了一半。我偷。皮皮小心，哦，他就抓那个，没事，修。嗯，好。哎呦，我真的被打了，但是我被传过去。我偷。OK， 他也传过来了。我够够，你们俩放救下来就行，我到数字了，快了。可以，完了，他挂佣兵，你们可以直接救。拿好了吗？快了，就三秒，真三秒，假三秒，挂我了。等一下，他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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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嘛？哦，我能下来，摇下来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三二一，点，开，来，他没传送，抓你吗？艾丽，没有，他没传送，我修终点了，我开终点门，你先走，佣兵，哦，你先走，好的，我先走。不开起点了啊，完了，我还有一只鸟，他没传了，我终点看完了，他要走过去终点，佣兵可以吃一刀的，终点开掉了吧，开了，起点开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勾引他，勾引他。出得来吗？我一会儿也能出，佣兵快走！等你一下，别带到我这儿。OK， 我摸我。别 ，OK， 大家走。偷看一下。Go！我有鸟。冲！他传终点了。冲！我们俩冲。冲！我把你看，我看两下。你快回来！牛逼，快冲！死了！出去了！慢了！我有鸟了，我要救你一下。我没上官飞。有太刺激了，不行，我还是走吧。我看我能不能摇下来。看他。